事情下的变化。讲到了什么？真实，真实啊。提琴四色，这个生死，前金在生死的时候还有可能呢，下正气啊，录了吧？录了。录掉了啊。正气，有可能呢，下正气，而且呢，有些呢，灾殃，这样人呢都多波折。主刚嘛和果决嘛，刚。前金在生死时候有正气，而且前金在生死的时候，旺者也会有，军警执法的信息。摔的时候就有可能是匪混混，混过事，在有时前金在有时的时候猪骨头，那么这容易骨骼上有病，骨骼上有病，而且晚餐有可能是啃骨头，断晚餐的时候再有时使人稳重。为什么前金在有时的时候是对金，它是阴阳相配，阴阳相配，此人长相呢，形貌端庄，有内涵。那么前金在有时，这基本上都是名人。觉得在社会上混得不错的。你比如说什么协会的会长啊，什么组委会啊，委员会的委员呢、啊、这些都属于名人。也可讲名贵之人，为什么呢？他阴阳相配了，阴阳相配了。但是前对这块组合的时候，他肯定不是掌实权的人。大家记住，掌实权的人，前金掌实权，必须见火。见火是有实权的人，见水，那么这样人呢，他是有钱的人，有真正的财富。但是有一点，前金见水多沉溺，这个乾卦见火为权。借水为钱，但
是前金建水的时候为成立，天水送的都会被水淹过，在十六岁之前被水淹过，有没有止水困的同学？啊，有没有姓名挂中间带止水困的？有没有啊？止水困有阴沟子里翻船的意思，最表象的信息，这样人肯定要掉过臭水沟的，水沟里面肯定掉过啊，掉过的吧？你是不是这水罐？啊？那你怎么不讲呢？掉过是不是？掉过。啊？所以这罐很有意思的，知道吧？来，天水困的同学，天水送的同学，你肯定在十六岁之前掉水里淹过，淹个半死。我跟你说，逐渐出现都跑不掉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在主卦中出现，我更敢抓你，而且还被自行车撞趴了。但止水困就不能这么说了，天水送，所以每个卦它有时候带有点固定信息。为什么说金见到火的时候它才会有权？这叫金遇火，火炼方成器皿。你们在发现木必须遇到金它才牛逼，木啊必须遇到金，金必须遇到火，掌权的人他必须要被克，不克他没有权。金遇火为火炼金，木遇金为刀削木，木啊遇到金的时候刀削之木。你比如说姓名卦是天风姤的，这样人肯定要吃过苦，不吃苦他都成不了器的，从小就吃苦，年少就受打击，打击过以后他二十多岁才能起步，这叫刀削之末。有没有天风姤的同学？天风姤，对啊，对，风天小旭也算也算，不吃苦是不成器的。恰好吃过苦以后呢才能够成器，所以我把这个原理讲给你，更便于你记忆。前金见虚亥，见虚实和亥实，它是当令。同学们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有什么样的相似点？回到自己地支所在的宫位的时候，就把乾卦的本性最牛逼的本性表现出来了。第一个是官贵，同学们看到没有，在地成形上
这个心是什么意思？你不要讲这个心是辛苦啊，不是的。心是一种味道，辣味。精本身是辛辣之味，所以爱吃辣的人脾气比较犟，尤其是像毛爷爷那样一顿要吃一碗辣椒的人，这种人属于天不怕地不怕的人。那么在虚实的时候，心体现出精的本性，在人物上是官贵，为什么呢？回归了。大家记住，这个官贵是什么？是有名有实的官贵。但是，回归本位的官贵，他没有前经见火练出来官贵有实权。没有那个有实权。你比如说县委书记和副市长，可能副市长呢级别比县委书记高，但是县委书记就有实权了，在他的一亩三分地上他说了算，副市长呢就没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。那么回归本位就属于副市长，前经被火炼的就属于县委书记，这你给明白没有？我通过打比方。那么亥水的时候厉害了，有钱，老妇回归本位，关键下面有个官宦之家。官宦是什么？官宦往往是那些不一定是当官的或者做官的家属，这些人有钱，所谓的皇亲国戚。中国历史上以财主身份出现的往往都是皇亲国戚，你们可以看看史书，看一看就知道了。我们不排除皇帝肯定是最有钱的，但是皇亲国戚是最厉害的。你比如说和珅，是吧？嘉庆皇帝把和珅干倒过以后，直接和珅的家产是大清十年的全国的收入，那叫巨富呀，皇亲国戚。这就叫官宦。那么你还要记住，如果要断车的时候，这个车都是新车，不管好车坏车，它是个新车，因为前经来到它当令之时了。对经在子时的时候为泽，为阴沟。这里边同学们要记住乾兑之间的区别。乾卦它毕竟是原物，兑卦它毕竟是缺的。八卦中任何一个卦见的兑卦都是缺的。你买一个东西，你想断它的寿命，只要见对卦，这个东西很快都会破损的。盖房子只要见对卦，这个房子都是有年限的，这个房子都是有年限的。如果不见对不见客，那这个东西用的时间就很长。曾经做过实验，有人说我一把刀就是内蒙蒙古人这种刀非常的锋利漂亮，我当
当时呢就不该算一卦，算一卦是刀能够用多久。那刀带回来呢，我让我家夫人装在那个牛仔裤的那个裤兜里带回来的，因为女同志她不好搜身的，是不是？然后男的都带回来了，那刀太漂亮了，是切肉吃的，就是那个切那个羊腿的，做工非常的精明，非常的锋利。结果起卦算了一下，被克了，有对金，很快坏了。我家去人了，然后呢喝酒喝多了，王大把刀给我摔坏了。所以见对就没有好的相应。你看在子时的时候，对为泽，水高，下面就是毁泽废气。在丑时的时候是废井破裂，在寅时的时候是败墙刚炉，在卯时的时候是不安，是不是这样的？这一盘下来都没有好的这个。你们看我这个设计的这个土啊，也有讲究的啊。红色的就是火，四五火；黄色的是辰戌丑未的土，白色的是申酉金，灰色的是亥子水。随便大家看，在子时的时候，它为什么是废气呢？因为子时是坎水。它藏一个泽水困，泽水困。哪位同学姓名卦泽水困呢？哦，知道过了，就你的姓名卦中间有泽水困是吧？龙龙啊，你26岁那年肯定吃亏了，我告诉你，26岁那年。没有，因为那年吃亏，这就跟有26岁倒霉的意思，人还在，钱没了，一个钱很倒霉，还有一个呢，做事情倒霉。毁泽吗？毁泽之意。见丑，他为什么见丑的时候就是废井破裂？丑土是什么，同学们？丑土啊，是金库，但是丑土有断壁废垣的意思，就是个丑啊，有断壁，就是那个墙壁啊。而且丑土是最回归于艮卦的，对金和艮卦是不是三者通气呀？是不是三者通气呀？那么在三者通气的时候，通气就是出水的意思，所以在自然现象中，山中必须要有泉水，三者通气。在人体上也是这样的，三者通气。我们的鼻子是艮卦，我们的嘴巴是兑卦，
你鼻子不通，嘴巴就不爽，吃东西就没味道，你感冒了就知道了。必须三者通气。天地定位是什么呢？头是乾卦为天，辅是坤卦为地，天地定位。天地定位，肚子不舒服的时候，人肯定头晕。人头晕的时候不想吃饭。水火既济是什么？眼睛，眼睛呢是流火，肾是水，所以心肾不交的人，他的眼睛都是红的，而且眼睛是流火，耳朵是坎卦，对不对啊？坎胃癌，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语，叫矮什么啊？矮聪目明，就是都是矮聪目明。还有呢，头晕眼花啊，眼花耳鸣是不是？眼没一会我上来，我给你一棒子，你就感觉到了，是不是？啊，雷锋相搏是什么？正为足，脚正为足，巽为骨，你走路的时候。腿脚是动的，这雷锋相搏。如果不是雷锋相搏的话，你走路可能就麻烦了，真的。所以拿人体可以看出来。那么同样道理，对金在丑时的时候是三者通气。它为什么要对应肺经？首先，井见到墙了，井见到土了。是不是被填了？对金在丑时，是不是三折损？是的，祸损呢？折三弦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墙壁开裂之象。有没有同学？姓名卦中间带三只笋和自然弦的，有没有？